屏东的落山峰究竟威力有多惊人？来看到有网红是特别拍摄了一出恶搞影片，要模拟呢这假发被吹走，喝水乱喷。由于内容非常搞笑，其实这目的是要来宣传即将登场的落山峰艺术季。这影片曝光之后，也让不少民众受烦。网红摩西娜恶搞落山峰，爆笑却真实。今天风很大哦。对。哦，看你们像是落山峰。今年的落山峰艺术季以强风作为发想，摄影团队原本担心风不够强，还准备了鼓风机，结果到了现场根本无用武之地。他们抵达现场的时候，第一阵风刚好到，那结果雨伞才一拿出来就开了花。借着风力推动，由荷兰大师泰奥扬森的风动奇幻装置仿生兽在垦丁沙滩上疾行，与落山峰艺术季完美结合。这是在全球的商演里面第一次在沙滩上演出。那另外的五只呢，那我们也会放在我们的呆风楼里面。艺术季从宣传影片到参展内容，围绕着主题风动，充分展现出落山峰的威力。记者林安平，屏东报道。